用钥匙捐做生日礼物，代表甲新合作会关系确定，干不是安尼？你讲是就是啊。那呢？我根本也把这动作是你的答案。我嘛不知影，我才拄结束一段感情，所以在买这礼物的时阵，我嘛踌躇真久。也不过你也是买这个生日礼物给我，代表你无完全拒绝我的意思，对吧？表兄弟回答是，那会当慢慢来对无？你今后抓人话当看，因为我是一个真巧，而且什么代志拢知影的霸道总裁啊。那个，你今仔日这场生日 party 办了众星云集，你一定好好感谢一个人。对啊，应该感谢的就是你上水的太太 Elsa。今天各位贵宾愿意赏光，让我可以把天宇的生日派对办得这么热闹。嘉秀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伫个总裁公司上班，想不到你是总裁夫人，真正就拄好诶。我们真的是很有缘诶。你是彩虹兄妹哦？你兄妹，你们是姐妹，真的太巧了。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，去庙里拜拜，遇见了嘉秀，他很热情。那时候看我心情不好，还带我去喝咖啡聊心事。讲出来唔惊你笑，阮小妹就是种直播个性。欢迎你，嘉秀。谢谢。桂林，嘉秀，就是我安排伫个田路新古边的秘书。听说你还是个设计高手哎，我们家天宇很难伺候哈。要给我客管啊，啊不过我学着真侪物件。天宇有夸过你哦，他说你很厉害，所以之后要加油，会有更多的机会。无同款啊，即摆一切拢无同款啊。哪里不同？我不爱你啊，不爱头发都改变，也不能继续走下去。所以，你等到大家都离开，特地把我带来这里。伊讲我卡电话给你，都是要跟你讲一件代志。慧莲。我要跟你离婚。